这是昨天来医院那病人的片子，他左侧肺叶有明显的癌组织。叶医生要我来问你们 CTS 的意见，看你们建议用哪种治疗方案，是开刀切除肿瘤，还是先为他做放射性治疗？小辉，怎么想？小徒弟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出来。癌组织扩散的范围不算太大，我觉得趁现在还没有恶化。 立刻为他做手术。瑞秀，你呢？肿瘤看起来只有2厘米，切除这个大小的肿瘤不算太危险，但是肿瘤已经开始粘连住心脏的动脉，所以我觉得应该先做电疗，把肿瘤缩小，再为他做手术，这样比较好一点。癌细胞有什么变化，我们无法掌握。既然这样，当然是一发现就立刻切除掉。师傅，你说？ 我说的对不对啊？你说的倒是没有错，只是有点太急了。唐明医生，你的想法呢？癌细胞扩散的情况不算太严重，照Rachel的方法去做。你们肿瘤科先为他做放射性治疗，等肿瘤缩小到 1.5厘米左右，我们再为他做手术。 Sorry， 以后 Wendy 在场，我一句话也不说，好不好？ OK， 你们怎么样啊？他有没有说想起你们圣诞节的事？他嘴上虽然说没有，但是他不可能不记得。他是害羞，不要紧。这个圣诞节我打算约他就地重游，到时候就……下流。 嗨 ，Ben。 哎，嗨 Rachel。嗯，这么巧啊。Rachel，明天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哦，我约了医学院的同学吃饭，他们大部分是心胸肺外科的，所以我想约你一起去。你们会有话题，我也没那么无聊。无所谓啊，反正我明天不用上夜班。喂，不能随随便便答应他啊！明天 Hugo 有个手术需要复刀，你是他的徒弟，他肯定会找你的。那你向来不喜欢跟不熟的人吃饭。你不是去骨科吗？来，你先深呼吸。痛的话就告诉我。不痛。痛不痛？痛呢。手什么时候开始痛的？ 两个星期前稍微有点痛，这几天特别痛哦。你经常做美甲？对呀，我喜欢我的指甲美美的。你的手指上有很小的伤口，应该是做美甲的时候沾了脏东西导致伤口发炎。严不严重啊，医生？不算太严重，待会儿帮你卸掉美甲，消毒伤口。我开些抗生素再给你药膏涂一下就行了。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做美甲？知不知道你再晚几个星期来医院，手指的肌肉就有可能坏死，到时候吃药和涂药膏都没用，一定要把它切掉。啊，所以，谢谢。见过黄医生了，情况怎么样？喂呀，你别老跑去找人家，弄得好像你是宝宝的爸爸，我很好啊。我是他干爹，也算半个老爸呀。 哎，方仁科的片子怎么还没出来？去催一催。我催过了。苏怡儿在病房里吵着要出院。我去看看他。别激动，劝两句就好。苏医生，你不用再来劝我了，我不会要那个男人的肝。林医生跟我说，你的肝功能指数已经到了3000，也就是没办法正常运作。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 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心里有数。你出院后有什么打算？没想过，无所谓啊，也没多少时间了。你怀了宝宝？4个月了。 你有没有想过当妈妈？结婚的时候，打算3年之后生小孩的，但没想到我的婚姻
没撑到三年，你的路还没走完。只要你肯接受手术，你就可以重新开始。你会遇到一个很爱你的人，跟他结婚生小孩。我不会做手术的，我的命不需要那个男人救。你实在太不了解男人，你以为他会内疚一辈子？你去世两个月，他就不记得你了。如果你真的想报复，你就要让他知道，就算失去了他，你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你以前为他考虑的太多了，是时候要为自己考虑了。正好我早上呢打过电话给小德，我告诉他呀，我跟他师母呢很快就会结婚，然后他问我会不会去英国那边度蜜月。你用得着这么快就告诉他吗？我怕你反悔嘛。哎，苏医生，你怎么出来了？找我有事？麻烦你帮我跟林医生说，我决定接受换肝手术。好，我马上跟他说，请他尽快安排。谢谢你啊，苏医生。哦，这位是心胸肺外科的唐明医生。我是苏医生的老公。恭喜你啊，唐医生。不打扰你们了，我回病房等林医生。他恭喜我什么？我怎么知道？你问他。喂，怎么样？是不是去英国？还是你想去意大利、法国？前妻这个女人，为什么 ？YT 前妻，YT， 这么巧，你出来透气啊？我是特地来找你的。怎么了？你不是认识世卫副秘书长 Arthur Richmond 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么问？那天在立法会上，叶晴邀请到 Dr. Richmond 支持他的草案，有很多议员听完他的发言，都倾向了叶晴那边。我不知道你们交情怎么样，但是我想请你帮我做一次说客。意思是要我替你向他推销你的全面开放药物名册草案？没错，我要他知道我的草案不比叶晴的差。其实我跟他之间谈不上什么交情。前几年，他代表世卫去肯尼亚战区开会，却被那边反政府军的地雷炸伤。手术是我为他做的，但是那次手术之后，我们就没怎么联络了。我知道我这个要求非常唐突，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谁可以帮我做这件事。只要 Dr. Richmond 他认同我的草案，我相信那些改变立场的议员会愿意回到我这边。好，你放心，我试着联系他。麻烦你了。If this meeting doesn't stop, we're gonna lose him. This leg has to go. No! Please! You have to save my legs. Sir, I need you to stay calm. Okay, I'm gonna promise you, you're gonna walk out of here with two legs. Okay? But I need you to stay calm. Alright? You don't trust me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my skin? Trust me, I'm an excellent doctor. What's your name? I'm Vincent. I'm from Hong Kong.
可以了，就放这里，辛苦了。哇哦，哎，林医生，今年终于批到预算布置了，这多好啊，医院终于有点圣诞气氛了。哎，YT 向来不喜欢搞这些花样，预算不是 YT 批的。哎，叶医生，圣诞书到了，刚送到的，我待会儿会请同事好好布置。是你决定买圣诞树的？对呀，今年是我在明城北的第一个圣诞节，我特别希望同事还有病人在医院也能感受到圣诞气氛。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草案通过了的话，这将是明城北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倒也不一定，通过的可能是 YT 的草案呢。你不会对 YT 这么没信心吧？明城北是一所医院，它绝对不会变成一间药研中心。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主动撤回那项草案，免得到时候被议员推翻，多没面子啊。跟那个女人做完手术之后啊，我也开始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误会了她呢。啊，那至少她没有推脱，真的愿意走进手术室跟我一起救人啊。但是我觉得她那个人再有医德也没用，她根本就是冷血。干嘛这么生气啊？你不觉得 YT 有时间陪你了吗？还有啊，今年我们有圣诞树哦。你不会被一棵圣诞树收买了吧？那个女人加入明城北啊，你觉得是为了帮 YT 的吗？她是想拿明城北开刀的时候方便一点啊。草案还有三个月的咨询期，可能叶医生会改变立场呢。我才不信那个女人会改变立场。那个女人不敢在立法会公布她要牺牲明城北成立药研中心吗？不要紧，我现在帮她在医院的内联网上跟大家说，看他怎么面对我们上千名的员工。你不是吧？来真的？不用我发了，已经有人发在内联网上了。这个疗程结束再帮他验一次血，如果指数正常，下个疗程就延后一个月。 OK。 叶医生，可不可以出来一下？你们继续。刚才有人在医院的内联网上发了这个帖子，需不需要我通知 IT 部的同事立刻把帖子删掉呢？不用，已经发出来了，删掉也没用。我想现在整个明城北都在传这件事，你立刻帮我出个通告，下午3点我会在内联网做直播，我要向明城北所有人澄清这件事。好的。你来的正好。哎，陈哥呢？你今天没看医院的内联网吗？有个人发了个帖子上去说，如果叶医生的草案通过的话，明城北就要关门哦。所以他们把陈哥抓去休息室讨论这件事了，你快去看看。嗯。又没署名，只不过写了几个字你们就相信。哎，素仪你快过来。哎，他们这群人啊，相信内联网上的谣言，你跟他们解释一下。哎，素仪，汤明有没有跟你提过这件事？网上说的是不是真的？那天叶医生在立法会宣读他的草案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提到要把明城北变成药研中心，他是不是故意不说？对啊，还有，是不是医院上下所有员工都会被他炒鱿鱼啊？喂喂喂，你们有没有看那些留言？全部都不是实名的，你们居然相信？谁都能在内联网发帖子？说的没错，你们仔细想想。就算叶医生真要牺牲一所医院建药研中心，也不会选明城北啊，我们是龙头医院，对吧？哦哦 ，YT 打电话来了。Hello YT， 哦，我们大家都在休息室。再说网上那个帖子是不是真的？有啊，我跟陈哥有跟他们解释，不过他们好像不信。那好了 ，YT 说呢，谁要是不相信的话，他会亲自跟你们解释。So 好啊，自己问 YT 吧。
问 YT。No。问 YT 啊。Hello YT。问 YT。没人敢接电话，应该是没问题。有事再打给你。Thank you。嗯。那，听到了 ，YT 都发话了，你们总应该相信了吧？都别瞎猜了，快去工作吧。嗯嗯，好，去吧。别担心，别担心，好，快去。哎。哦哦，你的演技很差，你还这样把手机给他们看，你这不是差点穿帮啊？还好我机灵啊，用 YT 来吓他们，要不然他们那些人肯定不会轻易罢休。他们也是担心自己的饭碗。嗯，苏怡，你去问问唐明，问问他跟 YT 有什么打算。刚才黄医生、林医生，还有其他几个部门的 COS 来找过我，他们说所有同事都很担心内联网那个帖子到底是不是真的。叶医生出了通告，他说今天下午3点他会在内联网上开直播澄清这件事。他刚才打电话给我说待会儿的直播希望我也去。这件事跟你又没关系，他干嘛要拉你下水啊？他想要我一起向明城北所有同事澄清那个帖子的内容是假的，要我说我看过他的草案内容，他从来没打算将明城北变成药研中心。他凭什么要你帮他说这个谎啊？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让所有人知道，那个女人加入明城北就是为了拿医院开刀。燕娜，你有没有想过，如果 YT 不说这个谎，明城北会变成什么样？我想所有员工都会要求医发局尽快澄清这件事，这样一来每个部门都没办法正常运作，明城北的运作会停摆。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女人的草案真的通过了的话，大家到时候还是会知道明城北就是草案的牺牲品，所有员工都一样，那么现在说跟以后说有什么分别？如果现在说出真相，明城北一乱， Martin 就有权停止明城北的运作，到时候就算有再多议员支持 YT 的草案，也救不了明城北。我赞成 Vincent 的看法，目前最重要是稳住军心，等3个月吧，等 YT 的全面开放药物名册草案正式通过再说，这样对明城北的伤害才是最小的。总之我觉得帮这个女人说谎就是不对的，她就是知道凭她一个人说服不了医院所有的员工，你真的没有必要帮她。既然你们都是委员会的委员，这件事跟你们也有关系，我不想什么都是我说了算。燕反对我去帮叶医生，你们的意见呢？你有什么意见啊？燕，不可以影响别人的决定。林森，赞成还是反对？我想说的是，我投弃权票。YT， 我跟燕一人一票，也就是说，要不要帮他说谎，由你自己决定。YT， 有时间慢慢来。好。我没想到你会来，谢谢你。
我跟你不同，你来明城北的时间还很短，你对这所医院没有感情是正常的。我只是不想看到医院里大家人心惶惶，对病人造成影响。我加入明城北的时间的确还是很短，但是我觉得明城北跟其他医院不同。我希望你很快会觉得明城北比你的药研中心更加有价值。我也担心有这一天。准备谈。艾森，病人什么情况？小朋友吸入浓烟，但是情况稳定，呼吸正常。病人 SpO2 只有80，怀疑气管和肺部有吸入性损伤 ，BP 70/50。小朋友去 A 房。OK。去消防员去创伤室。OK。快。过程一、二、三。准备过程一、二、三。插管。左侧肺部很多杂音，怀疑因为灼伤导致肺部大量出血。生命体征 SpO2 85 BP 68/50。接仪器。是。王护士，通知 CTS 派人过来。哦。恩眼医 CTS 请派医生，谢谢。不用紧张啊，医生姐姐帮你检查好了，你用力的深呼吸。嗯，做得很好。好了，我们现在坐起来，再深呼吸啊。嗯，好，生命体征。生命体征稳定了 ，PULSE 94 ，SpO2 97。刚才你吸入浓烟，所以会觉得不舒服，很快就会没事的啊。派人带他照 CT。好的。喂 ，Ben。OK 啊，那我明天下班等你啊。嗯。你真的打算跟那只狼狗去吃饭？什么狼狗啊！哼，追不到 Wendy 就回头来追你，合胃口就咬，还不是狼狗？你嘴巴能不能干净一点？只是吃顿饭，不用叫他狼狗吧？哎，明天你不要去，跟我和 Wendy 吃饭，我请。我跟谁吃饭用不着你管，干嘛逼我做电灯泡？我怕那只狼狗骗你啊。他就不能是真心想追我吗？你可以跟女孩子约会，我不可以跟男孩子吃饭。你是我的谁啊？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干嘛这么激动啊？好吧，如果你想跟那只狼狗吃饭就去吧，不过呢，不可以太晚，12点前你必须到家，听到了吗？喂，正好。有个病人肺部严重灼伤，跟我来。各位明城北的同事，今天医院内联网出现了一个帖子，里面说我倡议兴建的药研中心需要牺牲明城北才可以建成。发这个帖子的人根本是在捏造谣言，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我已经安排了 IT 部的同事调查发这个帖子的人。我想跟各位同事说，我身为医院的院长，我会尽力去保护每一位员工的利益。 YT，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各位同事，我看到那个帖子也觉得非常突然，我非常的确定那个帖子里说的全部都不是事实。我虽然跟叶医生在推行草案方面有竞争，但是我们不是敌人。我还很感谢医发局安排他进来分担我的工作。我们认识的时间虽然还是很短，但是叶医生说过，我们的关系交浅言深。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做出伤害明城北的事，对不对，叶医生？当然。他的左肺出血非常严重，他出血这么严重，很难找到出血点。想到方案了吗？帮他照支气管镜，
看能不能找到出血点。苏怡，拔管。他现在的情况做不了支气管镜，想别的办法找肺部出血点。还是别花时间找出血点了，可以考虑直接切除他的左肺。同意。嗯 ，Lisa， 你出去跟病人家属讲一讲我们的手术方案。OK。苏怡，定手术室。郭护士，帮唐明定手术室，他要做左肺切除手术。嗯。什么情况？苏医生，我们帮他照了喉镜和 CT。气管有轻微红肿，但是还好没有胸腔积血。他要留院观察一天，我已经叫人来把他带去 CTS 病房了。你要留院观察一天啊？一会儿我会让你爸爸妈妈去病房看你的。嗯。医生，就我的消防员姐姐怎么样了？消防员姐姐要做一个手术，做完就没事了。真的？当然，医生是不会撒谎的，对吧？对。嗯。交给你们了。嗯，那这个应该会好点。队长，队长，我们到了，情况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们就是徐家慧的同事，他家人来了吗？他的家人都已经移民了，最亲的就是我们这群同事。他的情况怎么样？他肺部吸入大量浓烟，而且左肺出现灼伤，由于出血情况严重，我们决定了为他做左肺切除手术。医生，左肺切除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不能不要切除半边肺啊？你想想办法啊！是，求求你，求求你！如果不这么做，他失血过多会没命。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保住他的命。医生，拜托你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切除左肺就当不了消防员了，他马上就要升职了。非常抱歉，我们作为医生，在这个时候，我只会考虑的就是保住他的性命。哎 ，OK， 明白。医生，这样行吗？在佳慧做手术之前。让我们见他一面。Sorry， 急诊室不可以让你们这么多人进去，再加上他现在已经准备要去手术室了 ，so sorry。医生，拜托你，只是见一面。你们跟我来。叶医生，在内联网爆料的人肯定是 YT， 我之前跟他合作搞医改，他最喜欢用这种手段。他要明城北的人反对你，把你赶出去。是吗？我找了水军，在网上各大论坛里贬低他的草案，他怕输，就使出这种阴招想把你踢走。就算你的药研中心草案通过，他也可以用明城北院长的身份阻止你对医院下手。我找人查过那帖子 ，IP 地址不是明城北。除了医院员工，就只有医发局联网总监级别以上的人可以登录医院的内联网。但是能清除总部登录记录的只有一个人，医发局主席。这件事爆出来，明城北肯定会乱。我会以医发局主席的身份暂停明城北的运作，等你的草案通过了，外天就不能阻止明城北转型了。我做这么多事情都是为了让你的草案可以顺顺利利。你口口声声说跟我在同一条船上，但是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说？马丁他是怕你心软，舍不得牺牲医院。你觉得我会对明城北有感情吗？我之所以当半个院长，就是要亲手将明城北风光大造。我不需要做任何小动作的。三个月后我的草案通过，就算医院所有人都反对，也改变不了什么。周司长说过，政府会公平对待你们两个的草案。以前买政府账的议员不一定会一直支持你的。我的草案不需要任何人买账，三个月后一定会通过。教会，坚持住，你就会没事。
都是这样，麻烦你们站到旁边，别妨碍护士做事啊！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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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叶医生，你不赶时间啊，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还有什么事，张小姐？我知道叶医生，你对自己的草案很有信心，但你也不能怪我跟马婷这么紧张。我们两个都把筹码压在了你身上，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跟他都不能输。我跟你们两位不同，你跟马婷是想通过我的草案得到好处，我只是希望可以改变香港的医疗生态。我跟 YT 这次是君子之争，要赢也要赢得光明正大。叶医生，你说的还真好听。你觉得你跟我和 Martin 不一样吗？你真觉得自己可以输给 YT 吗？我不懂张小姐你的意思。倡议在亚洲建立药研中心的人，叶医生你不是第一个。13年前，在英国西敏寺医院，一位华裔药物学教授曾经在医药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倡议在亚洲地区成立一间可以媲美欧美药厂的药物研发中心，而那篇文章的内容跟叶医生你的草案很像。那位药物学教授叫曾子朗。叶医生，你认识他吧？你们两个好像在同一所医院工作过，是不是？我知道你2008年的时候曾经帮一位 man to be 的病人做过手术，那个病人他也叫曾子朗，是不是同一个人啊？你派人查我。你也说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吗？我想更加了解你也很正常。如果希望我的草案通过的话，拜托你别做这些没用的事。米森，你找我。待会儿的手术，你说有没有可能只切除部分左肺，不要全都切除呢？刚才照 X 光的时候你也在场，以他的出血量，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找出血点。我想了很久，你记不记得帮他做检查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吐血的情况？一般来说，出现这种情况，出血点通常都在肺下叶。假如我们只切除肺下叶，那我们就有可能帮他保住大部分的肺。Vincent 呢？那做手术呢，不可以靠猜，万一出血点不在肺下叶，那怎么办？我们作为医生，除了要保住病人的命，同时也有责任维持他的生活质量。如果只切除肺下叶的话，就有可能帮他保住80%的肺功能。那如果出血点不在左肺下叶，到时候我们还是得用回之前那个手术方案的话，再切除左肺上叶，这样时间会不够的。唐明，徐家慧是消防员，如果切除半边肺的话，他以后就不能去救火，甚至当不了消防员了。我觉得这一次值得赌一把。那如果猜错了呢？手术记录怎么写？ Hugo， 你说的对，出现意外的话，负责的医生会很麻烦。对呀，这样吧，你去喝杯咖啡。 Vincent， 你做我副导，猜错的话那后果我们一起扛。走吧。陈哥，陈哥。哎，苏姨，你还没走啊？准备走了。哎，正好留下替一替 Vincent 啊。为什么？他去哪里了？唐明刚才打给我说他把 Vincent 叫去手术室做他的副刀。徐家慧的左肺切除手术，他没有副刀吗？我哪知道你的唐明在想什么呢？我只知道呢，我请了一个 AC 过来，却一天到晚被抓去做手术。他在 A&E 太大材小用了，让给别人吧。那可不行啊，我好不容易请个外科医生过来。那这样吧，我出一张通告，以后他们每个部门要借 Vincent 帮他们做手术，都要向我申请。好。那你替还是不替啊？你说呢？出血问题比想象中严重，镜头看得不清楚。肺部一直在膨胀，很难下刀。血压怎么样？病人高压现在只有82。
不可以让血压继续下降，注入多巴胺。OK， 肺部开始收缩 ，BP 多少？高压升到了94。嗯，把 BP 维持在90以上，开始切除左肺下叶。明星那边会转接一个病人过来，他脑下垂体增生，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病人有没有出现什么症状？资料说病人的视力开始恶化，他们明天帮他做完 MRI 之后会把片子发过来。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送病人过来？很幸运，他们说呢想等病人的情况稳定一点，所以过了圣诞节再送过来。为什么说很幸运？那不用处理 case， 这个圣诞节我们就能享受二人世界了。对呀，我跟你在一起两年了，两个圣诞节都在医院过，有什么打算？这件事不是应该男朋友想的吗？嗯，那就一起在医院过吧。嗯，你说真的？我有个电话要接，你先去忙，我待会儿去找你。嗯。Hello。Hello, Dr. Yuan. This is Dr. Richmond speaking. Dr. Richmond.Did Vincent call you? Yes, Vincent called me this morning and sent me a copy of your build. Ready for call. 三欧线。你要等到什么时候？难道打算等到宝宝出生再告诉唐明吗？都已经四个月了。我选了个特别的日子。哪天？圣诞节跟他说。那快了，只有两天了啊。啊，说真的，我还从来没当过干爹呢，是不是要准备些金子，遵循一下传统呢？不用这么麻烦，你折现就行了。快当妈了还老想着钱，以后怎么教小孩子啊？啊，对了，我还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宝宝爸爸都不知道，你想比他先知道？啊，那可不要，还是得守规矩。已经帮病人恢复正常供氧 ，SpO2 现在86，还没有升到90。病人的肺功能好像没有完全恢复。出血点会不会不只是在左肺下叶？我们的推断应该没有错。SpO2 一定会升上去。升了 ，SpO2 89、90、92。你也在啊？正好，我想到今年圣诞节怎么过了，我想带你去上海。真的 ？Vincent 把我的草案发给了 Dr. Richmond， 他说给我个机会亲自向世卫的委员解释我的草案。刚好24号上午，他们会在上海开一个例会，我想要你一起出席。哦，原来是出差。那算了。我就买一张机票吧，我一个人去。嗯，我哪有说不去啊？买两张机票。院长你好。怎么，你去看他们两个做手术啊？是啊，打算去观察室看他们表演的，谁知道这么快做完了，就请他们喝咖啡了。哼，消防员的手术怎么样了？还好有 Vincent， 只切除了左肺下叶，对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应该没太大影响。对了 ，YT。我一个人要负责一眼医，还要负责做手术，我的工资是不是应该稍微调整一下呢？
明城北有两个院长，我一个人决定不了。OK。好啊，明天就向医发局申请帮你加工资。钱的事当然是找叶医生，他多大方，要不是他呀，今年也没有圣诞树了。Are we just dreaming to never stop believing? You're not alone, come back to me, I'm waiting for you.Time's a healer. Will I dry my tears next to you with your hand in mine? I know you feel me here. I wait for that day. I wish I could say when we will hold each other, darling. I wish you would.